下雨天就要撑伞，三步十级的要放慢，第一步拉开着门，抢着买单才制造浪漫。我每天练身材，字典里没有怎么办，一开口我风雨足，不眠不休不嫌麻烦。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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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 一次次单恋没有机会给我表现，没有机会能告白。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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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 一点点暧昧中可都猜在春天。 5678 爱情睡醒了，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。沸腾了，一个人的寂寞终于被你终结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爱情跟上了，逢年过节不怕被关心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谢谢你爱了，我能遇着爱你，爱我是最幸福的。喂喂喂，可别又睡着了，我好不容易等到的爱情它在哪里呢？来杯咖啡，来杯浓茶，来听我说，这次一定是真爱了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爱情睡醒了，你的眼光终于看见我了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谢谢你爱了，我能遇着爱你，爱我是最幸福的。从今天起，我穆之晴就是向天琪的未婚妻。妈，之晴，我有钱吗？有没有钱我怎么知道啊？不会自己回去问啊？赶紧起床走人。哎哎哎，宝贝，哎啊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啊？我打算把他送到村口的汽车站，然后把他送上车之后让他爱去哪就去哪。可是我看到他这样痴痴傻傻呆呆的，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？哎呀，他都这么大人了，会出什么问题啊？倒是他如果一直住在我们家的话，出事的应该是我们呀。没准我把他送上公车之后呢，他就自己演不下去了，自己就走了。那万一他死活缠着你不肯走呢？哎，我刘小贝是什么样的人啊？这件区区小事不在话下。这是去哪儿啊？去你家。啊？你们买几张票啊？
一张。两张。两张。张到底是一张还是两张？两张。两张。好。四块钱。谢谢啊。哎，我们等一下要坐好远啊，我下去买两瓶矿泉水。哦，等一下啊。哎哎哎哎，啊，车快开了，你会不会？啊，当然不会了，我票都已经买好了。哎，你一张，我一张。放心，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走啦。我怕你一个人有危险，要小心一点。哎，喂，怎么了？神经病啊你！求你了，这位大哥，麻烦你拜托你抱一个吧，好不好？什么事？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带着我了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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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他没有跟过来，那我可以出去了。什么啊？好香哦。好像闯进别人家了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上辈子欠你钱啊，你这么追着我有什么好处啊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，我告诉你，你听我说，我警告你不要过来啊，要不然我会揍你哦。你要是过来的话，我就揍你。你相信我，你听我说，你真的。听说豪利集团最近出了点事情，现在怎么样了？向家对外宣称向田启到欧洲处理紧急事务，但据我所知他失踪了。
向振天也进了医院。这恐怕不是意外吧？总而言之呢，豪利现在是群龙无首，接下来肯定出乱子。我想这时候应该是我出来主持大局了吧。我知道你想成立自己的完全贵族化的酒店帝国，但是只要向天齐在，你就实现不了你的理想。当然，如果你能坐上总经理的位置，我们 M 集团全力支持你。我准备投入30亿资金，帮你完成你的理想。好，这也是我选择跟你们合作的原因。等我好消息 ，Peter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喂，我们现在是死了还是活着的？安静一点了。哎呦，腰痛，胳膊痛，腿痛，肚子也痛，啊，怎么那么痛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我看你的伤啊。伤得不轻啊，你试试看能不能走。鞋子都掉了，走什么啊？轻一点啊，真是啊啊哦啊啊啊啊！这里好像是一个酒窖。这什么酒啊？拿过来我看看。哦。好像是桃花酒。以前美秀妈妈给我酿过一次，就是这种味道。桃花酒，没错，是用清酒、冰糖和桃花酿制而成的，闻起来特别香。而且我告诉你哦，只有我们桃李村的水和桃花才能酿出这种味道。你说它是清酒酿的？是的，喝起来不会辣。你要干什么？清酒用来清洗伤口再合适不过了，如果你再不处理，很容易感染的，算你走运。这个人有时候看上去也不是那么的坏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你干嘛一直跟着我？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因为我现在只认识你啊。我感觉我之前的人生都是空白的，我的人生好像就是你在海边救起的那一刻才开始，所以我现在唯一能相信的就只有你一个，所以就算是回家，除非是你亲自送我进去，要不然我也不能相信那就是我家，我更不能相信那里面就是我的家人。干嘛忽然说这么肉麻的话？一点都不像你。
这里好像真的是一个酒窖。我看平常这里的人出入应该都是用梯子吧。但我得告诉你一个坏消息。什么坏消息啊？这里没有梯子。那表示什么？这表示我们今天晚上要在这里过夜了。没事啊，这个小贝不是说把人送走吗？怎么自己都不回来了？不会是吃亏了吧？哎呀，妈，你放心啦，我姐那么彪悍，吃亏的应该是那个人吧？你小孩子懂什么？再彪悍，她也是女人。你想干什么？我只是想活动我的身体。昨天不知道是谁靠了我一整晚，害得我现在手脚都麻了。他为了给我当靠枕，一夜都没睡好。难道失忆连性格都会变的？反正那个人肯定不是我。那会是谁呢？啊哦！你是谁啊？这个问题应该由我问你们才对吧？你们是谁呀？怎么跑到我家酒窖里来了？对不起，我们昨天迷路了，所以不小心掉了进来。嗯，迷路了。我怎么知道你们不是来偷我的酒的？老婆婆，我们真的不是来偷酒的，真的是一不小心掉下来的。求你，拜托，让我们出去好不好？不是为了偷酒，那你们为什么进来的？啊，是约会？根本就不是啊！哦，那你们就是小偷，对不起啦。你们就待在这儿吧啊！不过呀，再过一个晚上，可不会像现在这么幸运啦。婆婆啊，不是。行了，待着吧，我走了。婆婆，等一下，我们是情侣。是。怎么？一会儿不是，一会儿又是，我怎么相信你们呢？我，除非呀、啊，你们能证明你们是一对情侣。那怎么证明嘛？我们真的是情侣。
婆婆呀早就看出来了。其实呀没什么，年轻人嘛能理解。哎，那姑娘啊别不好意思的啊，婆婆给你们梯子自己爬上来啊，我请你们喝酒。婆婆，这梯子也太难爬了吧。她走了，赶快上去吧。我脚受伤了怎么爬得上去啊。我背你。抓紧了。抓紧了。这个人不过才见了几次面，甚至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，为什么现在让我觉得如此的值得信赖，可以这样牢牢地抓住他不放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抓紧啊。来，尝尝啊，我酿的桃花酒。谢谢婆婆。叫我花子婆婆。嗯，花子婆婆。哇，这酒好香哦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嗯，我们从小就在一起。我，你干什么？小伙子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啊？喜欢他什么？他个性粗鲁，大大咧咧的，像个男生，土里土气的，还那么自恋。再讲，再听，再听，不许听。有时候还蛮可爱。算你聪明。这就叫爱情的魔力。在心爱的人眼里呀，对方什么缺点都可以忽略，只看见他的好。他对我不是。姑娘，你喜欢他什么呀？我才不喜欢他呢。他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半点优点，自大又骄傲，霸道的不得了，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模一样，自私又冷漠。那他就没有一点优点了。要说出他半点优点的话，我得想想。
好像有时候偶尔有一点会体贴人，会照顾人。就是嘛，姑娘啊，不要只盯着人家的缺点，见不得人家的好。这样的爱情啊，那是会痛苦的。嗯，婆婆，你也一定有喜欢的人吧？当然有，我喜欢的人呢，不叫我花子，他管我叫桃花，因为啊，他喜欢我酿的桃花酒。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？他呀，就在这里。啊？没有看到哎。他离开这人世啊，已经很久了。可我从来没觉得他离开过，他舍不得，因为啊，这还有他爱喝的桃花酒。来，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有。这酒啊，是一种特别的酒，只有真心相爱的人才能尝出这酒里爱情的味道。不信你们尝尝。味道。我们都忘了，唉，没味道。这酒啊，送给你们，一定要幸福。每天都会停的，让时间说真话。虽然他的背好温暖，好舒服。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能收购桃李村怎么着啊？了不起啊，这比例算嘛，1%，1%能有多少啊？你看不起我们桃李村，我们桃李村的群众联合起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永远的爱我。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。村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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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快放下。村长，哎，村长，哎，留神留神，我刚好要找你呢。啊，过来啦。你好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啊好像失忆了，他不知道自己家在哪里，也不知道自己是谁。你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啊？你说他失忆了？嘘，小声一点。那天我是在海边发现他的，好像是落海了，醒过来之后发现他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来来来，别下车，别撞上车，撞过去，走走。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啊？哎，来，你看我，认识我吗？哦，你们两个之前见过？没有啊。连我都不认识了，看来真的失忆了。哎呦，难道我那天见到被拉上车的就是他？难道那些人是他的仇家？哎呀，这么说起来他现在很危险的，还是先不要暴露他的身份。哎，我说小贝啊，啊，这个人既然是你救回来的，人家现在又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你还是先把他带回你们家去，以后再说吧。啊，那我也去打听打听，待会儿我来找你啊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啊？哦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啊？嘿嘿，啊？
好了好了，回吧。哎，村长，拜拜！拜拜拜拜，回家了。快点啊！喂，您好，豪利集团。哎，豪利吗？是的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向天齐总经理在吗？不好意思，他出国了。啊，出国了？看什么？快走啊！请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对不起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？哎，这怎么能不知道呢？我、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清楚。哦，哦，是是是，哎，谢谢。奇怪了，向天齐明明在桃李村嘛，怎么出国了呢？堂堂一个总经理丢了，豪利集团，这怎么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哎，这件事情看来有点蹊跷啊。各位，相信大家都非常了解现在的状况，向主席昏迷不醒，向总经理又对外宣称到欧洲处理紧急事务，但真实的情况不得而知。现在整个集团群龙无首，许多工作停滞不前，再这样下去势必影响整个集团，所以我想应该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个大任。但我求言是副总经理主持大局，实属越权，所以我正式向董事会申请，由我暂代豪利总经理一职。秋言，你凭什么当代理总经理？向总经理很快就会回来，只要大家严守本分，不做不顾大局的事情，集团不会出任何问题。那总经理什么时候回来？一天？两天？一个月还是一年呢？如果因为没有主事者而耽误了公司的发展，这个责任你承担得起吗？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把总经理找回来。对于总经理的能力，我相信各位也非常了解，如果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，等他回来之后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向天齐总经理的能力，桃李村开发案是公司目前最大的项目，投资的金额好几个亿，因为他的妇人之仁，让原本可以顺利拆迁的计划无故延后一个月，导致公司资金出现问题，银行来电关切。我想这个事如果传开了，银行势必要抽回资金，这对本集团来说影响会更大，这后果不是我们在场的人可以承担的。我跟各位保证，如果我当上总经理，绝对重启这份计划，让拆迁可以顺利进行。当初总经理是和桃李村村长郝仁元签过合约的，一个月之内不动桃李村。如今你为了总经理这个职位，居然不顾合约的规定，你就不怕最后收不了场吗？关于合约问题，我请各位放心，合约我仔细研究过了，本合约对于违约赔偿部分没有提到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现在进行拆迁，本合约对本集团一点约束力都没有。你。你够狠！这合约的漏洞问题是向总经理留下的，我想他早就知道用这一招对付桃李村了吧？狠的是他，不是我。如果没有事的话，总监请回吧，会议还得继续进行。
各位，如果没有疑义的话，从今天开始，就由我来暂代总经理一职，处理公司的大小事务，还请各位多加配合。搜救，是他。你到底要我说多少遍你们才懂？他没有死，没有死，他不可能死。我告诉你，你们为什么不能相信我说的？为什么就要让我面对这一切现实呢？这不是事实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不是。我嫁给你，你说你爱我，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你是骗子，你是骗子！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跟我走，跟我走！放开我！跟我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到底是出去扔人了，还是被人给扔了？一晚上都没回来。啊！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哦！啊！哎呀！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！你们。啊！哎呦，你想摔死我呀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宝贝啊！啊！你还好吧？啊，你还是我宝贝的贝吗？我当然是你宝贝的贝了。啊！啊！你怎么还在呀？姐，你连丢人都不会。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交代，你不是要把他给丢掉吗？怎么又给捡回来了啊？你都不知道他这个人。你们两个孤男寡女在一起，他有没有对你？当然没有，你净问这些无聊的问题。我脚都受伤了，你都不关心我。脚都受伤了，等一下，妈妈给你报仇。我女儿脚都受伤了，你还……去，你给我好好交代。宝贝，一级警备，快撤！
大兄弟，今天有空来啊？啊，吃点什么？进屋喝点水。你得了吧，大兄弟，欠的钱多少还？你还好意思喊大兄弟？啊，行。说白了，今天我们就是来要钱的，没钱你这小店就别开。哎，不，哎呀，这个也没说不还钱呀，是不是？那个，我敢保证，我向你保证，一个月之内，我肯。你得了吧，一个月，这债欠了多长时间了？七年了。怪也怪你那倒霉的老公爱管闲事儿，开嘛小学？老公怎么了？啊？开小学怎么了？你老公欠钱你就得还，哪那么废话？还钱，兄弟们拿东西。慢着，今天谁敢从这里进去，我就把谁给废了。没钱你那么多废话干嘛？还钱？哎呀，你是谁呀？你要干嘛呀？别管我是谁，在我还没有报警之前最好赶快住手，否则我很难保证我会做什么事情。报警谁怕谁呀？看看警察帮谁。借条。哎，好嘞大哥。借条。刘传信借赵大壮40000块钱。你是来威胁我的吗？总有一些话来不及说了，总有一个人是心口的朱砂，想起那些话那些傻，眼泪落下只留一句，你现在好吗？如果爱完了泪不想落下，那些幸福说我忘了不痛了，那是因为太爱太懂了，笑了原谅了，为你也值得，你的快乐告诉我，现在放开双手是对的，别管我多舍不得。记得吗？